你多多跟我说，他来不及过来给你送票了，让我帮他送一下。听懂。你可千万不要误会啊！要不是他真的求了我很多遍，我真的不会来。你自己看看。 你昨天看到我电台更新了吗？我昨天一直在线上。他可能是先登录忘下了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你有更新什么了？发了你。发了我。你可以回去听回放。那你为什么发了不能现在说给我听呢？我回去听回放中。等一下。听说。 现在别说了。对不起啊，上次的事情，我想了想。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我也会生气。过去的事咱们就不说了。还有下次吗？没有了。怎么买这么大？ 我怎么能做出那样的事儿呢？你做什么了呀？啊！你个杨无限女的，说好过去的，结果你害我丢人！哎，我怎么就让你丢人了？看看这些花啊，多漂亮呀！嗯，挺贵呢。 美，和好了，和好了就好。你跟我讲讲，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你怎么和好的？你给我讲一下过程。脸红，不会陶明轩亲你了吧？ 都怪你，学长。莫非
可怕了，你竟敢！你怎么嘲笑我呢？和好了就好啊，我要不然总担心我回国以后心里总挂记着这事儿呢。就是你就嘲笑我吧。哎呦，你看看你前几天那死样，现在可好了啊，有精神了。手机。谁给你发的？看一眼。行行行行行，你自己在这甜蜜吧，啊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飞到小角落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和唐明轩先生恋爱。之前一直没有跟大家说呢，实在是没有想好。坦白讲呢，一开始其实我对这段感情不是特别的确定，毕竟我们两个人完全不一样，生活环境呢也天差地别的。对，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，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心意。我喜欢他，我想和他在一起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都不会动摇的。今天本来是和多多一起去看展的，他跟我说票都买好了，可是他没来，唐先生却来了。喂。喂，唐总你好。今天下午有没有时间呀？哦，最近都比较忙啊，怎么了？哦，这样啊。哎，我本来想问问你有没有时间，愿意下午跟莫非去看个艺术展。要是你没时间的话，那算了吧，我问问方笑鱼。哎，我刚想了一下，下午没事好像不太重要，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挪一下。那我一会儿把地址跟时间发到您手机上。行，谢谢你。经过今天的事情呢，我想清楚了一件事。虽然我和唐明轩先生有很多的不同和差异，可是我们两个人还是相爱了，所以以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们都会勇敢地去面对的。不客气。我说他脚踏两只船，还真是小看他了。白小曼，你认识那女的呀？啊，不行，我去看她。哎呀，你干嘛？先不住，你别管我。哎，多多。多多，你干嘛？你走。我干嘛？你干什么呀？你谁呀？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白总，对不起，白总，多多，你干嘛呀？干嘛？你们在干嘛呀？啊？莫非？我看这事就是你挑拨的吧？你有病吧？什么都怨在我身上？我打你了吗？多多，你误会了，这是海妖的白特助，他来找我签约的。签约？签约还是牵手啊？我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你俩拉着手呢。 告诉你，程阳，咱俩玩完了，彻底的完了，滚！多多，多多，多多，他拉我的手就是想跟我套近乎，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呢。我看你刚才拉着他手的时候挺美的呢。那你也看见了，他一碰我我就躲掉了呀。多多，白总是来找我签约了，他给我开了很优厚的条件，但是既然你也不喜欢，就算再给我再优厚的条件，我也不可能去。 多多，从小到大，这么多年，我发誓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跟别人在一起。莫非，我这几天要回上海，我先回房间收拾东西了。多多，你回国呀？我跟你一起回去。我觉得你没有选择海药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。 但是如果你还要在设计里面坚持中国风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选择明远。明远他们有一个系列叫做宋唐，在中国风里算是老牌子了，而且他们的销量也很稳健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现在急于要打开国际市场。据我了解啊，他们现在正在跟 SLC 接触。明远集团他们唐总之前找过我。 我犹豫的是，宋唐这个品牌是近年来风格一直一成不变，我不知道我去了能不能给他们有所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，我才特别希望你来加入明远，改变当下的状况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给你足够的空间，由你来主导设计，配给你最好的设计团队，包括你所说的生产线。 你不用现在就回答，你可以回去做做功课，然后再考虑一下。唐总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咱们上海见。希望。走，来干嘛？我临时接了个电话，要赶过去开股东会议，现在晚上就要走了。 啊，这么赶啊！所以要过来看看你。别走了。我马上就回来，彭总。你要干嘛？我想跟你走。我们出去走一走，好吧？这。 给你买冰淇淋吃。我走了以后啊，要照顾好自己，别一工作起来就忘了吃饭了，啊？我说知道了，你都说了好多次了。我这不是要走了，不放心你吗？哎，刚刚那冰淇淋真好吃，我一吃冰淇淋就想到你。 我弟他可爱吃冰激凌，还真是个好姐姐啊！什么事儿都想起弟弟。哎，我什么事儿也都想你啊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对你弟很好啊？我对你不好吗？好，特别好。 什么？舍不得你啊！我也舍不得你。别走了。要回去工作呀，小明。